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nice。感谢安利产品在我小时候进入了我的生活，改善了我们全家人的身体健康。也感谢我的推荐人，让我认识安利事业，可以在26岁的时候有了财富与时间自由。会来到新加坡是因为有了台湾安利事业的保障，所以让我可以毫无后顾之忧的，不用担心没有工作，不用担心没有收入，来到这边发展。一开始一个朋友都不认识的我，也在短短的几年达到了百人的团队。现在我是一个快乐的全职妈妈，在家里面快乐的顾小孩，也透过安利系统的网络事业，继续持续的发展，在这边越做越好。感谢安利事业。